该是跳的舞风不一样啊，他应该不是跳这样的。没有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国小国中的啊，这个比较大一点的。太阳舞团是哪个在东学校的？没有，就是他们的舞蹈的社。哦，是社团还是民营机构？民营。所以就有带他参加这个。没有，他是在那边学那个个人舞。啊哈哈，还是顺便他们有要表演，就是让他参加，让他多一点表演机会。表演机会啊，对，那比较好。哎呀，新加坡你们会去吗？好了，你要去吗？对，会过去啊。因为之前婉君姐姐她的婚礼我没去嘛。对啊，对，婉君我要去。你还有谁要去？我爸妈都会去啊，他们都会去。啊，他舞团应该很多人吧？人感觉很……我也不太晓得，小孩子没几个。啊，他们这个成人的，这成人，这个成，对啊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啊，现在国一哦，要升国一了，国一了，现在读国一了。是哪一间呢？南农是这边在坎顶。那要怎么过去？开车通道？坐车。那早上楚威他们都坐火车啊。我坐火车。哦，楚威同一间的。对啊，同一间。这很民俗风啊。这你明天晚上还是过来？应该会吧。天气好像不太好，然后会下雨。现在这样凉凉的还好啊。下雨。晚上应该比较不会啦，应该下午下一下而已，因为下午比较热，会下雨。好，大家记得位置拉开一点就好。